我在找一个有意扮出就透等的 Hebo， 跟阿鹏一起耍龙舞学活，看凤凰展翅与万物比美，看在地信仰凝聚力量，这是文化延续与生命创造的旅程。出发，总有个方向，走，我们到新竹去。大家来，阿妈当提提，钱落落，阿就走。阿无头家伫遐固定。有人伫个无？嘿，头家有伫个呢。大姐你好，你好。大姐，请问一下，拄则我看人来遮吼，两个肉粽吼，提落啊钱落落，就走安尼。啊，你怎拢无人咧顾？免顾。免顾。啊，免顾，你想要做啥物生意？凭良心付费，啊，然后买只人家己摕家己找钱。啊，到时人有个人我把人摕到钱无欠落，你嘛唔知道。无要紧啊，阿姨都需要食。啊？哦，啊，只个悠闲啊啦，带走较惊人啊。哪有人安尼做生意的啦？钱桶啊，搁放现现，万一赚到钱，拢有人摕到空空空，看是要安怎？大姐讲，伊省会过人客，而且伊搁讲有人专工驶长途的来甲伊买肉粽。为了要证明伊的肉粽好食，搁兼真材实料，大姐也开放现场试吃哦。还不错哈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还可以吃我们的猪肉，我们的猪肉是本地猪，是本地猪哦，不是那个的本地猪的猪肉。对对对对，老板够大方的。还没饭吃，赞啊赞啊。对，还有香菇啦、萝卜啦，这是我们客家种，然后不油腻，你吃起来怎么样？微油嘛，不油腻，蛮清淡的，不过对对，还是有那种很香的味道。啊，问食肉粽配咖啡。啊？你讲啥？食肉粽配咖啡。肉粽配咖啡？迄咖啡是苦的，啊，肉粽是咸的，迄两个配起来，敢会足奇怪？是啊，你有讲唔对无？人是食肉粽配啥物贡丸汤，还是配素心汤、咸的汤啊？哪有咧配咖啡的啦？阮的咖啡甲人无同款啊。人迄有。加盐的沙士同款，你是加盐对无？对，等下饮落你就知。到底是啥物神奇的咖啡，配咸配粽阁袂走味？大姐叫我倒肉粽，等下再来给我试一下口味。看大姐，伊连店面都无用糖果，阁家己一个人传东传西，无人斗相共。我阿鹏就义无当是包粽小弟，先刷单台一杯配粽的咖啡。哎，做偌久啊？我咧卡手哪紧？做蛮多年了。卡修要给你一天要做几个？平常的话差不多七八百个，假日都爱几千粒。你一个人做吗？平常自己做，那假日都请人，然后儿子女儿啊都会来帮忙啊。那你有几个小孩？总共嘛。对，因为我有分公司，有分公司跟总公司的。啊，什么意思？什么分公司、总公司？因为我结婚了两次。哦。结婚两次哦，哦，那两次加起来的小孩多少？有六个。六个哦。不过他们都成家立业了。啊，真的吗？你做阿嬷哦。你哇，嘿啊，这是因为吃肉粽的关系吗？现在都看不出来，这少年。心态的问题，心态很愉快，做这个工作，然后每天接触很多人。客人称赞你啊，说你的肉粽好吃，你心肝你都自然你都就欢喜的。我唔知会当问无？你那个第一次跟第二次的那个啊，婚姻状况啊？哦，都还蛮不错的。啊，是。可是都是意外死亡。要不是大姐亲口告诉我，真的很难相信，如此乐观开朗的她，竟然历经过两次丧夫之痛。前夫在他两个孩子还小时就因为车祸意外死亡，然而再嫁后，虽然和丈夫前妻所生的四个孩子相处得和乐融洽，但没想到孩子长大后，丈夫却又因肝癌而过世。而生性乐观的他并未因此而被击倒，反倒是在卖咖啡包肉粽的生活中找到了他的生命成就。你自己一人比较无聊啊，敢未想讲哦，搁想办法搁找一个？有啊，可是。大家听到你死两个翁人，都惊死啊！是安怎？袂讲，人讲你会克克夫，
真正有人咧讲。你看我的面敢有像？袂啊，我看你咧笑容满面，对无？我嘛唔知，啊，都可能人讲女强人找无安。女强人哪会找无安？即马女强人一大堆啊。嗯，唔知咧。啊，你觉得自己是女强人吗？嗯，比我们村子里的应该是属于女强人。哦，真的、哦。嗯。你很有自己的想法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哎呀，不过你即马要找，已经要找到第三个，啊，人袂讲话哦。应该不会了。不会吗？嗯。啊，找到未？啊，最近。啊，未啊，老的想老，啊，少年的想少年，啊，较拄好人的某，搁还搁滴个啊。大姐实在是爱讲酸笑，不过看伊笑眯眯，也让在旁的我感染到一种快乐的气息。陆陆续续来了许多买肉粽的客人，老猪哥吼较主动的，底下关了家己落，有人挡袂牢，现场食一粒仔来滋腰。小小店面顿时也热络了起来，大姐带两娃义务帮忙，也准备煮咖啡，要给我来配粽哦。无啦，姐啊，嗯，啊你唔是要煮咖啡？嗯，啊即摆来泡茶啦，啊咖啡啊，啊咖啡，等下再来煮，先茶先泡出来。无啦，即摆袂水干啦，我上场要看咖啡特别伫倒位啊。主要伊的原因就是要爱泡一杯茶落去。是啊，你咖啡敢袂啉的？哎呦，无同款哦，口感不一样，佮有茶的香。你甲品看嘛，茶足香的。这个茶真的味道不一样，它闻起来那种一种有点像香水的味道。哎，对对对，果香味。咱伫国外的时阵，人拢讲伊吼做东方美人茶，在咱本土拢讲吼做碰碰的。原来这种享誉国内外的东方美人茶，真是北埔当地的特产。而这种一心两叶未经揉捻的茶叶，看起来蓬松蓬松，客家话说蓬蓬蓬蓬，于是有了碰碰茶这种俗称。大姐从年轻时卖咖啡起家，但乡下地方咖啡销路并不好，在卖起肉粽之后，大姐还不断钻研咖啡的口感，试过乌龙、金萱等多种茶叶，最后发觉碰碰茶配咖啡具有特殊的好口感，于是便推出了这独一无二的碰碰咖啡。味吼，咱们都要讲诶，那种很浓的咖啡味，可是你可以喝得出里面有那种茶的清香。添加糖，然后你再喝一下，你这个奶精吼，佫甘落去，口感佫较无同款。即摆除了咖啡，佫有茶香味，哦，即摆加一个乌龙味出来，你就觉得有点像奶茶那种味道。嗯。可是有中里面有咖啡，嗯，还有茶。嗯。阿婆，啊，这粒肉粽，互你食。真正佮有人安尼食。嗯。感觉足奇怪呢，大家拢食甲真好哦。人要啉咖啡，嘛要配一下蛋糕啊、饼啊，对不？哦，迄支嘴阁袂细空哦，吼。真的是一种难以言喻全新尝试，一口咖啡，一口粽，洋溢口中的是道地的客家风味，温暖心中的是认真的哈嘎精神。或许大姐曾经历经过令人心痛的打击。但他依旧是用笑容来迎向光明。我想，只有懂得挥开眼前的迷蒙，才能让人过得快乐且满足，不是吗？表弟啊，